年系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嘅决胜之年，近年嚟我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成效显著，喺江门三区四市中名列前茅。绿水青山嘅背后，离唔开每一位环保工作者嘅努力。喺世界环境日到嚟之际，我哋推出决战决胜治污攻坚系列报道，关注长期坚守喺台山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一线嘅环保人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，在这一场污染防治攻坚战中，有一些人长期坚守在台山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一线，默默守护侨乡的生态环境。荣获2019年江门市污染攻坚战表现突出个人的冯植宇就是其中之一，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下他。这些危险肺部一定要贴好标示，对对对，然后这个台账也要填好，到时候再交给这个有资质的公司去处理，进行这个网上这个申报登记，然后就转移流量来销账。对对对，你们这个管理也比较规范啊，我们要做得更好的。眼前呢一位正在检查企业危险废物处置情况的工作人员，正是冯植宇。加入环保队伍十年来，大学法律专业毕业的他，始终保持努力钻研的态度。认真学习并熟悉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环评制度、环境监测的新知识，成长为单位法制工作的专业性人才。在关键时候，他主动担当，牵头为单位制定执法的规章制度，并积极协调执法人员解决执法过程中遇到的法律问题。因为环保的行政处罚呢是比较重的，处罚金额也比较高，有些企业在面对行政处罚时是比较抗拒，不愿意签收文书，我们要把法理还有情理都要讲清楚，认真听取企业的申辩意见，让企业来充分认识到自己应该承担的环保责任，减少执法中的冲突和对立。以案释法，做好一个法治宣传教育者，日常检查、环保知识培训班、志愿服务活动，他主动深入基层开展相关法律法规知识宣传，帮助市民和企业掌握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。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自觉提高环保意识，一旦有这个法律政策法规的这个更新的时候，会第一时间的下来对我们进行一些指导和培训，是吧？最近几年呢，也通过我们不断的改善，那公司的这个环保工作呢，也在不断的提升我们的各企业的这个环境的主体意识，要做到这个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赢，这样子才能保证我们的这个企业的可持续发展。今年五月，他从一名一线环保法制审核者正式转变为一线执法者，从幕后转到幕前，变的是岗位，不变的是对工作的态度。正是这样，他得到了大家的肯定。他有一个特质，就是认真。比如说呢，我们经常有那种突击事件，然后我们也会经常去执法行动，对吧？他对待工作就非常认真，从事无巨细吧。多年来经他把守的法律文书，是没有出过纰漏的，一直以来能够做到兢兢业业，在普法方面他能够积极带动身边的同事啊，学习法律，不断地提升了我们单位的环境执法的一个规范性。回忆当初大学毕业后回到台山守卫家乡的生态环境，是他职业生涯一个美丽的开始，源于对家乡蓝天白云和青山绿水的热爱。多年来他积极投身环保事业，无怨无悔，用自己的努力和汗水守护侨乡的碧水蓝天。我希望能够做好水执法、水普法的工作，做到执法监管和服务企业同步走，在企业监管的过程中能够提升企业的环保守法意识和环保责任感，推动企业和我们一线的执法人员一起同心协力，共同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。